好啦，睇睇呢一條啦。翻嚟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with given condition。咁第一條就係呢個啦。條直線咧穿過一二同埋個 inclination 45°，即係話咧呢度就係個 x-axis。佢條直線咧就同水平線逆時針度形成45°。OK。咁所以啦，你要去揾一條直線嘅 equation 咧，嗱你要有兩樣資訊你要知嘅。第一就係條直線嘅 slope。第二就是要有個 point， 你只要知道呢兩樣資訊咧，你就一定可以找到任何直線的 equation 噶啦。OK， part A 我哋要做的就是找翻個 slope 先啦，即係 tangents 嗰只 angle of inclination 就是一啦。咁跟住啦，個 equation 咧就會係攞個 y 減翻個 point 嘅 y 坐標，除翻 x 減翻個 x 坐標，就等於翻個 slope。一啦，咁跟住你要做嘅咧，就係將呢條 equation 咧執翻 y 做 subject， 啊，括住佢，成個分母 x 減一掉過去乘，一乘 x 減一，自然 x 減一啦。然後啦，將呢個負二咧搬去隔離邊加二 ，y 咧就等於 x 加一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嘅答法。另一個答法就係點咧？你要擺 x 喺前面。跟住 y 擺第二，然之後啦 ，constant term 擺最尾 ，x 減 y 加一等於零。其中咧 ，x 前面呢個咧要係 positive 嘅 integer，OK？、Okay. 後面 y 同埋呢個 constant term 咧就要係 integer。呢一隻我哋叫做 general form，OK？、Okay?只有呢兩種答法先接受嘅啫，其餘嘅答法不接受。B 啦，我哋要揾翻條直線穿過三負四同埋個 slope 係二，咁啊直接寫翻啦 ，y 減負四 over x 減三等於二。然之後啦，我哋咧就將個 x 減三掉過去乘啦 ，y 加四等於二 x 減六。y 咧就係 2x 減10啦。到第三呢、這個直線咧，佢穿過負三九同埋一一。咁首先啦，我哋就揾到呢條直線嘅 slope 先啦，就係九減一負三減一，即係八除負四。嗱，記得若減即係負二。好啦，咁 equation 點計呢 y 減翻某一個 point 嘅 y 坐標，呢條直線上面俾咗兩點你，你攞其中一點計就得噶啦。譬如我攞一一呢點啦嚇 ，y 減一除 x 減一等於負二，又係啦，將個分母 x 減一括住佢，因為多過一個 term 啊嘛。y 減一等於負二 x 加二。嗱，點解會咁咧？嗱，呢度負二乘 x 減一咧，咁就係負二 x 加二啦。OK， 拆括號咁解啫。跟住又執 y 做 subject，y 咧就係負二 x 加三，咁啊叫做完噶啦。好，跟住我哋去到下一 part 呢度更正翻 f、g、h。好啦，跟住咧有條直線咧係穿過二負三同埋 x intercept 係一，諗知咩意思咧？畫條線俾大家睇，佢啦呢度咧就係有一。條直線穿過一點叫二負三，而佢 x 等於一咧，即係話啦，佢 cut 到 x 軸呢個位咧係一，條直線係咁嘅。呢一點咧，你可以叫佢做一零 ，OK？ 咁即係其實你都係有兩點嘅啫。佢話俾你聽 x 等於一，即係話佢嗰點係一零咯。所以啦，你照樣計嘅啫。個 slope 就係負三減零。二減一，咁啊即係負三。因此啦，個 equation 咧就會係 x 減零 over，sorry，y 減零 over x 減一等於負三。然後啦，將呢個 x 減一咧掉過去乘啦 ，y 咧等於負三 x 加三。嗱，咁啊叫做完㗎啦。跟住到 part F， 嗱佢話個 x intercept 係正三。y intercept 係負二，即係咩意思呢？
即係條 equation or straight line 咧，就係可以咁樣揾嘅。x sin 係三，即係話啦 ，cut 到 x axis x 軸呢個位咧就係三。y intercept 係負二咧，即係話 cut 到 y 軸呢個位咧係負二，即係揾呢條直線得唔得？咁其實可以當佢有兩點嘅，呢一點就係叫做三零，下面呢點叫做零負二咁樣嘅啫，得唔得？所以你可以用翻揾 slope， 然後再揾翻嚟 equation 啦。slope 咧就係零減負二 over 三減零，即係二 over 三。然後 equation 啦，就係 y 減負二。OK， 我攞翻呢個 point 啦嚇，攞翻呢個零負二呢點 over x 減零咧就係二 over 三，見唔見到啊？咁所以啦，你就只可以寫啦 ，y 咧等於二 over 三乘 x 減二啦。OK， 因為呢度咧 y 減負二即系 y 加二啦，掉翻過咧又變翻減二啦，得唔得？到 part G， 嗱 part G 特別啲啦，佢話有個 horizontal line 穿過負三四水平線，即係點嘅咧？咁樣樣，首先畫咗個 point 負三四喺邊先啦，呢度大約啦，負三四。水平線即是說平衡 x axis， OK 這條有什麼特別呢？你發覺這條線上面的每一個 point 它的 y 坐標都是4來的嘛，所以其實這條直線的 equation 呢就是簡寫為 y 等於4，這樣就可以了。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一個 equation 的 root， 但其實它都可以當成直線的 y 等於4，即是那個 vertical 的這個 variable， 即是這個 y 坐標 keep 住是4， OK。到 part H 啦，有一條垂直線係穿過五負二呢點，咁又係做翻呢個動作啦。畫圖方便理解嘅啫，五負二呢度，咁就做緊啲咩咧？就話啦，呢一條垂直線啊，佢係會垂直個 x axis 當然 ，OK。而呢條 equation 就係咩咧？你發覺啦，呢條直線上面嘅任何一點咧，佢個 x 坐標都一定係五噶嘛。咁所以啦，條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就係 x 等於五啦。所以啦，你見到啦，如果咧佢係揾緊一條水平線嘅 equation 咧，佢個格式咧一定係 y 等於某個 constant。順帶一提，呢一刻嘅 slope 咧係零嚟嘅。OK， 水平線啊嘛。而你揾條垂直線嘅 equation 咧，佢個格式咧通常都係 x 等於某個 constant 嘅。而順帶一提咧，呢一個時候嘅 slope 咧就係 undefined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完咗呢一条啦，跟住我哋睇下第二条啦。第二条做啲乜嘢嘅咧？咁样样，佢就话你揾翻呢条直线嘅 equation，OK，L、okay? 一 L 二嘅 equation， 佢话讲俾你听 ，L 一同 L 二咧系平衡。嗱，平衡即系咩意思咧？即系话两条线嘅 slope 咧系一样嘅，所以你就可以好容易咧就揾到 equation L 一同 equation L 二。今次因為有兩條直線，所以你講清楚你在找哪條 slope of L1 就等於6減負2 over 負2減負6，即是2啦， OK。 所以啦 equation of L1 呢就會是 y 減6 over x 減負2等於2啊，因此 y 減6咧就係 2x 加 4，y 咧就係 2x 加10，呢條就係 L1 嘅 equation。L2 咧佢穿個 point B 嘅 ，OK。而你知道呢兩條線係平衡之後咧，即係話啦 ，L2 嘅 slope 都係 2，L2 嘅 slope 都係 2， 所以你就寫啦 ，slope of L2 等於2啦，都係。因此equation of L2 咧就會係 y 減負四 over x 減二等於二啦，一樣又係括實個分母 y 加四等於二 x 減四，咁最尾計到咧 y 咧就係二 x 減八啦，咁啊叫做完啦，得唔得？嗱，順帶一提啦，有同學咧就係想執個答案做 general form， 一定要 x 擺先，二 x 減 y 減八等於零。x 的 coefficient 一定要是正，上面都是啦，
你會執到 2x 減 y 加10等於0咁樣㗎。OK， 嗱好啦，咁啊完咗第二條啦，到第三條就要揾翻 x intercept、y intercept 同埋 slope。好啦，所謂嘅 x intercept 咧，其實即係咧就係代 y 等於零嘅啫。而你揾 y intercept 咧，即係話代 x 等於零咯。而你揾翻個 slope 嘅話咧，即係話啦 ，make y the subject， 然後咧就抄翻 coefficient of x。通常都心算噶啦呢度 ，OK。所以啦，譬如啦呢個嘅 x intercept 咧。通常我的做法就會是怎樣呢，揞住 y 這個就變成 3x 加6等於0啦，那 x 呢就是負2啦，所以你就寫了 x intercept 就等於負6 over 3， 即是負2，即是我就不會特別死背什麼公式的，你記住 x intercept 呢其實就是說那一刻呢它的 y 坐標是0這樣而已，所以你就可以很快速地就自己去寫下一些步驟就 OK 了。另外啦，用翻 y intercept 啊嘛，咁我咪揞住 3x 呢個位啦 ，x 係零啊嘛，即係負 5x 加6係零，咁所以啦 ，y intercept 咧就可以好快速咁計咧，即係負6除翻負5咯，即係正6 over 5啦。另外啦，就計埋個 slope 就係點咧？咁樣樣就係話我要執翻 y 做 subject 啊嘛，你唔好理呢個 constant 住，執翻 y 做 subject 就3 over 5咯，咁啊叫做完噶啦 ，OK。即係 part B 咧就問啦，究竟呢個意義喺唔喺條 L 呢條直線上面咧？咁樣樣，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嘅。你將 substitute 意義 into 呢條直線，跟住咧你就做啲乜嘢咧？你就寫咯 ，left hand side 左手邊就係三乘二減五乘二加六，就發覺係咩咧？六減十加六，即係二。你特別寫埋唔等於右手邊，即係唔等於零啦，你要寫。咪因為 right hand side 唔等於 left hand side， 所以答翻完整句子，意義 does not lie on L， 寫翻清楚啦。OK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就下一條啦。啊，呢條咧咁就係、是。2x 加6啦，第一條，第二條咧就呢條負 2x 減2下 ，OK。好啦，咁你要做嘅咧就係揾翻 equation of 呢個嘅 straight line L1 同 L2 plot 翻佢出嚟。咁其實都唔難嘅，因為啦，你只要睇翻咧就係話 x 係負3嘅時候，咁計翻 y 係幾多嘅啫 ？x 係負3 ，y 就係零啦。x 係零嘅時候 ，y 就係6啦。x 係1嘅時候 ，y 咧就係2。乘六，二加六即系八啦，就系咁嘅啫。如果考试嘅时候咧，你咪自己谂呢啲 x 坐标，然后代翻落去条 equation 度，揾翻 y 坐标咯。譬如 x 系负三，咁 y 咧就系负二乘负三加二，即系六减二四咯。如此类推，咁你计到呢啲嘢出嚟。OK， 好啦，咁跟住啦，又要 plot 个图出嚟咯。我哋 plot 咗第一条线先 ，L 一，负三零。呢度零六，呢度一八，呢度咁你又留呢三點之後咧，你又揾嚟直線連起佢，咁樣呢條就係第一條 ，y 等於二 x 加六，寫翻佢。嗱，有同學咧，佢話淨係連到呢三點就算噶啦。就冇延長佢咁唔得嘅，你要延長埋條線，因為條線咧理論上係延綿不絕嘅。OK， 到第二條啦 ，x 係負三 ，y 係四，咪 plot 咯，負三四，跟住 x 係零 ，y 係負二，咁停喺度先，跟住落兩格，跟住 x 係二 ，y 係負六，即係向前行兩格，向落就行六格咁樣啦。又係啦，呢度咧有三點，咁你揾直線連起。咁你就唔好就咁停喺度喎，你要延長翻個頭尾 ，OK？ 延長翻佢得唔得？咁你發覺到啦，咁就有個係好清晰嘅相交點喺度啦。咁咧個答案咧 ，hence 即係話用翻上尾結果揾翻個相交點，咁咧就會個係
X 咧就會係負二，得唔得 ？Y 坐標咧就係二啦，呢個就係嗰個答案啦，得唔得？咁跟住我哋去下一條啦。好啦，嗱，已知呢一條嘅直線 L 等於誒呢個冒號。K 乘 X 減 Y 加4等於0就穿過呢點，找回 X intercept、Y intercept 同埋 L。你發覺 K 呢度咧就有一個未知數啦。咁有一個好重要嘅字眼你一定要識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 passes through 穿過。即係咩意思呢？有一條直線穿過某一點，即係話呢一點嘅 X 坐標可以代落去 equation 嘅 X， 後面呢個可以代落去 equation 嘅 Y 嗰度，得唔得？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寫啦。K 乘二減十，再加四等於零，直接咁寫。咁 K 咧你就記得係三，因此嚟 equation 咧就係三 x 減 y 加四等於零啦。OK， 好啦，跟住逐個計咯，計翻 x intercept 咯。x intercept 就當 y 係零啊嘛，揞住佢。OK， 咁就即係呢個負四 over 三。跟住啦，到 Y intercept 啦，就揞住 X 呢個位啦，就計 Y 啦。Y 咧就係正四，到計個 slope 啦，唔好理個 constant， 執翻 Y 做 subject， 咁即係 X 隔離嘅 coefficient 咧就係個 slope 就係三啦。嗱咁成條數咧就做完噶啦。咁到第六條啦，嗱第六條咧就話啦有。兩個 point， S 咧就係十二負五 ，T 咧就係負三負七 ，S 咧就逆時針沿住 origin 轉九十度，變咗做 S prime， 本身就咁嘅，十二負五咁樣啦嚇 ，S， 即係逆時針轉嗱，逆時針向翻呢邊喎。OK， 上咗嚟噶咯喎 ，S prime， 跟住變咗五十二咯。OK， 咁你自己喺考試嘅時候，自己咧搣張紙仔，篤住個 origin， 旋轉嗰張紙咪得咯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啦，到呢個嘅 T 咧就 reflect along the x axis， 即係打橫一條啊。T 咧就本身係負三負七呢度。沿住 X 逐反射即係上翻嚟啦，負三正七得唔得？所以你又要寫翻咯 ，A part 寫翻清楚邊點打邊點。好多同學咧就咁寫兩個括號就算唔得嘅 ，S prime 就係五十二，寫清楚呢點係 S prime，T prime 咧就係負三七 ，OK 寫翻清清楚楚。到 part B 佢又揾翻 ST 嘅 slope 咁好易啫。咁只要你呢兩點計啱就得噶啦，十二減七 over 五減負三，咁啊即係五 over 八啦。然後啦，你揾翻呢個嘅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passing through S prime T prime， 咁所以 y 減七 over x 減負三嗱，我攞 T prime 嗰啲去計，就變咗等於五 over 八。好啦，咁咧有同學咧就見到，誒呢度分數喎，咁點啊？你照樣執 Y 做 subject 冇問題嘅，你咁樣啫嘛。Y 減七等於五 over 八乘 X 加十五 over 八，你咁寫冇問題嘅。OK， 跟住啦，將個負七掉佢變加七，五 over 八 X 加幾多啊？你咪撳計數機咯，十五除以八再加七，變翻做呢個嘅假分數，咁就七廿一 over 八。咁啊叫做完啦 ，OK， 因為佢冇限定你用 standard form 定 general form， 佢冇限定你用 slope intercept form 定係呢個嘅 general form 啊。呢只我哋叫 slope intercept form， 就係話啦，執咗 Y 做 subject 之後 ，X 隔離呢個 coefficient 咧就係個 slope， 後面呢個 constant 咧就係 Y intercept， 所以你一執 Y 做 subject 咧就會即刻知道呢兩個資料噶啦 ，OK， 好呢一條。Find the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 of intersection 嗱，佢揾點啊，所以你嘅答案咧一定係個坐標嚟嘅 ，OK？
得唔得 ？Intersection 相交點，嗱一揾相交點咧，咁就好直接噶啦。將兩條 equation 咧，你要嗰個括弧括住佢，拍埋一齊 solve。Equation one, equation two。嗱，你將兩條式相加咧，你就會出到4 x 啊，負 y 加 y 消失咗啦，個 xy OK， 跟加八等於零 ，x 咧就係負二，你唔使次次用代入法嘅，你用消去法都得嘅。x 係負二咧，咁你咪代翻落去計翻個 y 咯 ，y 咧就係二啦。所以記得個答句啦，那個相交點咧就係負二逗號二，你要答翻個 point， 答翻個坐標出嚟 ，OK？ 好啦，咁跟住第八條啦，佢依家就話啦，呢度兩條直線 L 1 L 2相交於負二一呢點，嗱，即係話啦，呢一點負二一咧可以代落去 x 同 y 嗰度啦。代收兩條嗰度點解？因為講到明相交點係負二一啊嘛，所以就可以直接將佢代落去第一條式同埋第二條式。因此啦，你就可以咁樣做啦。x 係負二 ，y 係一，代落第二條式都一樣啦。x 係負二 ，y 係一。OK， 咁咪將佢化簡咯，就變咗做負 a 加 b 等於二啦。跟住就負二 a 加 b 就等於零啦，兩條式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執到呢樣嘢之後咧，咁你就可以將兩條式相減啦。譬如呢條叫 equation one， 呢條叫 equation two。我將一式減二式，負 a 減負二 a 正 a，b 減 b 冇咗，二減零即係二啊，計到 a 係二。所以負乘二加 b 等於二咧 ，b 咧就係四。嗱，加翻答句咯 ，OK， 用翻個括號啊 ，a 等於二 ，b 等於四，得唔得？跟住啦，到 part b 啦，寫翻 part a 定 part b 寫翻清楚。嗱，佢個 a 先成為 a 咧，呢度佢話即系 a 先成係二啦，亦都即係話呢點咧就係二零噶咯。而佢個 y 成係 b 咧，即係四啦。即係呢點咧係零四嘅啦，其實你有兩點嘅喺度 ，OK。所以啦，你就攞住二零同零四去做 ，slope 就係四減零 over 零減二，咁即係負二啦。好啦，然之後啦，我哋就揾翻條 equation 啦，就係 y 減四 over x 減零等於個 slope 負二。所以 y 咧就係負二 x 加四啦，嗱咁啊叫做完噶啦呢條，得唔得？跟住好第九條，佢已知呢三點咧係 collinear 呢個字咧解成一直線一條式，三點成一直線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佢話 slope of AB 等於呢個 slope of BC， 得唔得？三點裡面任意抽兩點出嚟計個 slope 都會一樣嘅。咁 A part 就叫你揾翻個 k， 咁我哋就會寫啦。AB 嘅 slope 就係負四減負二 over 零減負二，就等於 BC 嘅 slope。嗱，你話負二減 k 咧就好麻煩啦，因為好多負數嘛，你可以攞 k 減負二 ，k 減負二，跟住呢度咧負六減負二，咁就處理少一個嘅正負號咯。OK。嗱呢度啦，你可以用計數機啦，或者你用筆算都可以幫到你嘅。負四減負二即係負二啦，負二除二即係負一，呢度就變咗係 k 加二。負六減負二即係負四啦，所以啦 k 咧就會計到係二啦。OK， 計到 k 係二之後啦，咁就話而家我要揾條直線。是穿過 C 呢點同埋個 slope 咧係二，咁咧就 y 減二，即係呢個 k 嚟嘅咋 ？OK，k 係二啦嘛，即係 x 減負六就等於個 slope 二啦。題目講嘅個 slope 係二啊。OK， 要唔得？咁所以啦，
y 減二等於二 x 加十二啦。最尾啦 ，y 咧等於二 x 加十四。咁啊，做完噶啦。咁跟住咧就到第十條啦。第十條咧就話啦，有已知咧有條直線 l 1同 l 2相交於 A 呢一點，揾翻 A 嘅坐標。嗱咁你都發覺揾相交點咧就唔係好難嘅啫，即係將兩條 equation 拍埋一齊。只不過咧就係講你做得幾快嘅啫。咁用消去法啦，上式減下式 ，equation one 減 equation two， 好處就係咩咧 ？x 減走咗啦，十八 y 減負 y 即係十九 y。呢度啦，八減負十一即係正十九 ，y 咧就係負一。咁代落去 equation two 咯 ，x 減負一減十一等於零 ，x 咧就係十。嗱，留意啦個答法咯。A 呢點咧就係十逗號負一生括號，答翻個坐標出嚟 ，OK？ 答翻個坐標出嚟。Part B 啦 ，L 一同 L 二咧 cut 到 x-axis 係 P 同埋 Q 分別啊。跟住啦，就係、是、直線 L 三咧就穿過 A 同埋 midpoint PQ。咁你揾翻 P 同 Q 係幾多先啦 ？P 咧其實就唔難揾嘅。嗱，佢哋 Y 坐標咧分別都係咁啦 ，OK？逗号乜乜零咁样啦，好啦 ，P 就系 L 一嘅 x 坐标，所以啦揞住个 y，OK，x、okay? 加八系零 ，x 咧就系负八，咪写负八零咯。跟住啦到 L 二啦 ，x 减 y 减十一等于零，揞住个 y，x 减十一等于零 ，x 等于十一，即系话佢 Q 咧就系十一零啦。好啦，咁 midpoint 咯 ，mid。Point of PQ 就將呢個 x 坐標加埋除二啦，即係三 over 二啦，同 y 坐標加埋除二啦，零啦，唔得。跟住而家要揾啦，穿過 A 呢點有兩點咯，穿過 A 嘅就十負一啦，同埋有三 over 二零啦。OK， 雖然兩點咪醜樣啲，但都叫有 point 啦。所以啦，我哋揾 slope 先，負一減零。over 十減三 over 二 ，OK， 負一減零除以十減三 over 二，負二 over 十七。咁所以咧個 equation 咧就會係 y 減零 over x 減三 over 二等於負二 over 十七啦。OK， 因此啦，我哋就將嗰個嘅數值咧，就呢度乘翻過去 ，y 咧等於負二 over 十七乘翻 x 減三 over 二，得唔得 ？y 咧就係負二 over 十七 x 加三 over 十七，咁咧成條數就叫。做完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到下一条啦。下一条，而家就有 A 负八八 ，B 十六负四，咁咧就有个垂直平分式，即系咩啊？又垂直，又将呢条线分做两等份咯。AM 等于 MB，OK， 即系 midpoint 嚟咯，个 M 啊。咁啊 A 啦，揾翻 AB 嘅 slope， 寫翻個上款啦。slope of AB 就係八減負四 over 翻負八減十六，咁你就可以好快咧就計到個 slope 就負二分一。然後啦，就揾翻呢個嘅 M 嘅坐標 ，M 咧直接寫咯，負八加十六。再除二即系四啦，八加负四再除二即系二啦，四二咯。B 啦，揾翻呢条直线嘅 equation L 啊，你写咯 ，slope of L 计咗先，就将负一除翻 AB 嘅 slope， 咁咧即系正二啊，得唔得？
計個 L 個 slope 先。然後 equation 就係咩啊？攞住個 point M 去計啦，因為呢條直線 L 穿過 M 啊嘛。Y 減二 over X 減四等於個 slope 二。嗱，有啲同學咧佢會咁寫嘅 ，Y 減二 over X 減四呢條就係 L 嘅 slope 乘翻 AB 嘅 slope 等於負一。嗱，有同學咧會係用呢個寫法嘅，冇問題。OK， 臨尾你要執翻個答案出嚟嘅啫。Y 咧等於二 X 減六。OK， 好啦，揾完呢個之後揾 P 啊嘛 ，P 呢點嘅坐標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、細階 P 逗號零 ，X 坐標唔知 ，Y 坐標係零。OK， 所以啦，我哋就會咁樣嘅 ，let 呢個 point P 咧等於細階 P 零，代翻落條 equation 度咯，零啊等於二乘細階 P 減六，細階 P 咧等於三，咁所以大階 P 呢點咧就係三零啦。咁啊，做完噶啦 ，OK， 呢條數就係咁啦。好，咁跟住啦，第十二條啦 ，L 一就係呢個三 x 減四 y 減四等於零 ，y 二就係呢個 y 等於三 over 四乘 x 加六。嗱，你留意一下咯，呢、這、一個你將佢執翻 y 做 subject 嘅話咧 ，y 等於三 over 四乘 x 再減一。你見到啦，呢兩個執做 slope intercept form 之後咧 ，x 嘅 curvature 係一樣的，所以其實你就知道 L 一同 L 二嘅就係平行線嚟嘅。你去到後面咧有需要用到 ，OK？ 咁就而家要揾 A、B 啊 ，C 喺邊咧 ？C 由 L 一 cut 到 x axis at C， 要你自己 mark 翻個 point 出嚟 ，OK？ 咁咧就揾翻 A、B、C 嘅面積，你揾翻 A 嘅坐標先咯。A 嘅坐標咧其實好簡單嘅啫。佢個 y 坐標係零喺 L 二嗰度，咁你揾住個 y， 然後你嗰度 y 係零嘅話，你就計翻個 x 坐標就會係三 over 四乘 x 等於負六 ，x 咧就會係負八，得唔得？所以 a 咧就係負八零啦 ，OK 嘛？到 b 咯 ，b 呢個坐標啊，一定係零嘟嘟噶嘛。L 二嘅 y intercept 啦，就係呢個嘅 y 坐標啦。咁所以你代翻啦 ，x 係零 ，y 係六，呢個六咯，得唔得？到 C 呢點咯，你揾翻佢嗰個嘅 x intercept， 撳住個 y 係零呢個位，三 x 減四等於零 ，x 咧就係四 over 三。咁所以你細心啲諗下，當我連起呢條線 BC 啊，呢一節其實長度係八，個高度咧就係六，側邊咧就係四 over 三，所以個 area 咧 of triangle ABC 就係底乘高除二，個底咧就係八加四 over 三，個高咧就係六，得唔得？咁你計到咧就係廿八，咁當你加翻 square unit 啦。到 part B，part B 咧好多同學咧佢係直接咧就識得寫廿八噶，咁係唔得嘅。你至少都要寫翻，因為 slope of L 一等於 slope of L 二，所以 L 一平衡 L 二，你要寫翻呢啲 explanation 先。因為喺平衡線裏面，如果你攞咗 AB 做 base 嘅話咧，咁第三點喺平衡線裏面攞任何一點都好啦，個面積都是一樣嘅。即係你攞 ABP 嘅面積會同 ABC 嘅面積一樣。你攞咗 AB 做個 base 啊，你唔一定攞 AC 做 base 噶嘛，你攞 BC 做 base 都得噶嘛。如果你攞 AB 做個底嘅話，第三點喺條平衡線上面任你走都好啦，佢個面積係唔會變，所以。Area of triangle ABP 等於 Area of triangle ABC 等於28個 square unit。我到第三條啦，好啦，咁呢條咧就係話啦 ，AP is altitude， 即係高度。咁咧呢個三角形 ABC
cut 到 y axis 嗰點咧，就叫做 h。揾翻 BC 嘅 slope 五好易啫 ，slope of BC 就係三減零 over 零減二啦，咁啊負三 over 二。B 啦，揾翻 AP 嘅 equation。嗱，留心咯，佢依家咧就係有穿過 A 呢點，你揾翻 AP 嘅 slope 就得噶啦。你寫咯 ，slope of AP 就係負一除翻負三 over 二啦。點解咧？你見到啦，因為 AP 係垂直 BC 啊，所以啦，呢兩條線嘅 slope 乘埋負一啊。OK， 因此咧，直接你揾 AP 嘅 slope 咧，就將負一除翻 BC 嘅 slope， 咁啊快好多咯。因此 equation 啦 ，y 減零 over x 減負一等於二 over 三，從而就會得到咧 y 等於二 over 三乘 x 加二 over 三啦。咁 C1 咧就好易噶咯，因為啦，你已經知道啦 ，H 呢點咧就係 AP cut 到 y-axis 嗰個位嚟噶嘛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H 咧其實就係零逗號二 over 三，得唔得？即係後面呢、這個，得唔得 ？C2 啦，亦都係好多同學唔係好識計嘅，證明三條高度穿過同一點咁樣樣。好啦，呢度有第一個高度。y axis 同 x axis 垂直冇乜意義啦。第二條呢度佢俾你嘅 AP 垂直 BC。好啦，重點就係話佢想證明呢三條線嘅高度係穿過同一點，即係梗係希望穿過 h 啦。所以你要做嘅就係 check 下 BH 呢個直線嘅 slope 是否平衡 AC。你要 check 嘅就係 BH 嘅 slope 是否垂直 AC。所以你要寫 slope of boy h 乘 slope of ac 就係攞翻二 over 三減零 over 零減二就係 boy h 嘅 slope，ac 嘅 slope 咧攞翻啦，三減零 over 零減負一，咁計完啦，負一喎。真係咁 key 負一，所以你就寫啦 ，boy h 係垂直 AC。喂，既然臨尾 boy h 都垂直 AC， 即係話 h 應該咁講 ，h 三點咧，三條線嘅高度咧就會係穿過 h 呢點啊。Three altitude of triangle ABC pass through h 呢點。得唔得 ？H 咧呢點咧有個名俾佢嘅，叫 Awful Center。得唔得 ？Awful Center。我諗跟住到第十四條啦，呢、這個係 Rhombus 菱形。菱形有咩特性咧？嗱，麻煩第一平衡四邊形嚟先。第二兩條對角線互相垂直，係菱形同埋正方形先有嘅啫。第三。四條邊長一樣，得唔得？好啦 ，part A 一揾翻 E 嘅坐標嚟，有咩特別之處呢？任何嘅平行四邊形都係噶啦，兩條對角線嘅相交點咧會係平分嘅，所以啦，你要揾翻 E 嘅坐標咧，就只要將 A 同埋 C 嗰個 midpoint 揾出嚟得噶啦。E 咧即係 AC 嘅 midpoint， 所以 E 咧你就可以寫啦。就係二加八除二，然後九加一除二，即係五五啦。二 BD 嘅 equation 點揾咧？嗱，你可以揾到 AC 嘅 slope 先 ，slope of AC 就會係九減一 over 二減八。OK， 咁你就會計到咧。就會係等於翻呢個嘅八 over 負六，即係負四 over 三。既然揾到 AC 嘅 slope 啦，咁你就可以揾到 boy dot 嘅 slope， 因為 boy dot 同 AC 垂直，所以 slope of boy dot 咧就係將負一除翻負四 over 三，即係正三 over 四啊，分子分母調轉咁樣啦。OK， 因為 boy dot 垂直 AC。好啦。
有個 point 五五咯，又有個 slope 咯，所以 equation of BD y 減五 over x 減五等於三 over 四，執翻 y 做 subject 啦。y 等於三 over 四 x 減十五 over 四加五啦，所以 y 咧就為三 over 四 x 減，所以加五 over 四啦。咁啊 OK 噶。到 B 咧就話啦，佢俾埋 a dot 嘅 equation 你咯 ，x 加七 y 減六啊五等於零。好啦，咁而家你要揾嘅就係 B C 嘅 equation。嗱 ，a dot 係平衡 B C 噶嘛，所以啦 ，slope of B C 就會係等於 slope of A D， 一樣都係負七分一。呢個負七分一點嚟嘅咧，睇清楚啦喎。嗱 ，x 加七 y 等於負六啊五啊嘛，你執翻 y 做 subject，y 咧等於負一 over 七乘 x。正啊 ，sorry， 正，正定負咧，睇清楚啲先啊，負啊，負 ，OK， 呢度負，負加六啊五 over 七，所以啦，你知道啦，兩條線嘅 slope 都係負負七分一，跟住你就攞翻啦 ，y 減一 over x 減八等於負七分一，然後咧就計到咧 ，y 等於負七分一 x， 跟住就係再加翻。十五 over 七，嗱咁啊叫做完噶啦。嗱，有同學有第二個做法嘅，就係話啦，個 equation of BC 就當係咩咧？因為 AD 同 BC 平衡啊嘛，我想 AC 同 boy dot 平衡啊嘛 ，sorry 睇緊先啦 ，A dot 同埋 boy C 平衡，所以啦 ，boy C 嘅 equation 咧就仍然係 x 加七 y。加 k 等於零 ，OK。咁你塞翻八一呢一點落去得噶啦，八加七乘一加 k 等於零 ，k 咧就係十五。所以啦 ，x 加七 y 加十五等於零啦，咁樣都得噶，冇問題噶。因為佢哋個 slope 一樣咧，即係前面呢兩嚿位一樣。呢個 B 一 ，B 二啦，揾翻 AB 嘅長度。嗱，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嘅。既然呢度係直角啦 ，OK， 咁你揾到 AE 嘅長度，同埋你可以一樣咧，就係、是、去睇下先嚇，佢 未必揾到呢個 BE 嘅長度，我哋可以咁樣做，你 solve 咗呢個嘅 BD 同埋 BC 嘅 equation 先，就可以揾到 B 嘅坐標，即係話啦，你可以係。solve y 等於三 over 四 x 加五 over 四，同埋 BC 嘅 equation x 加七 y 加十五等於零，咁你咧就會計到咧 x 同 y 分別係幾多？你會計到 x 係一 ，y 咧就應該係二嘅。OK， 計到 x 係一 ，y 係二之後咧，咁你就可以知道啦。AB 嘅長度咧就會係九減二嘅 all square 加二減一嘅 all square， 即係開方五十，亦都即係五開方二。咁成條數咧就做完㗎啦。